来，各位观众，我们来观战一下。现在的话呢，人榜前四位大佬啊，全是60星整。这把的话是傻兜跟大海哥的一个双排，这边法罗咒术机械再加佣兵，他们最近玩的是一个机械加咒术的一个配合。这个组合其实我很难想象他能打出多高的上限啊，因为咒术这个角色。比赛里面但凡不是要争四跑这种局都没人掏的。这个角色说实话他的一个上限和下限都没有办法跟古董商和勘探员这类角色比啊，所以说这个也是艺高人胆大吧。他们的选择我觉得更多的是想玩啊，想玩。这边的话上来看咒术师啊，大海哥的咒术师没有带飞轮的，这是一个单双弹的一个咒术师啊。反地拍一刀抽刀抽中了，好的，那这一波我们可以从他第一视角来看，其实他都没有看到这个时空之影在哪里的。一波喷好，打一刀，手里面三孤，救人的话佣兵这边救下来，我们看看待会儿这个孤交不交，因为跟薄命重叠的这个孤可交可不交。外面的密码机的话第一轮因为是四台机起修嘛，差不多已经是快到三台了，快到三台了。这里机械师的瓦，让我们来看一下，这边机械师是准备赶过来救第一波，因为这个咒术师确实是三孤，他有二六能力的，所以说呢，这边佣兵不来，机械师来，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就看能不能救下来了。这里90飞轮想躲，哎呦！不过这波飞轮躲了一刀，这个血线紧，哎呦，过半了，过半了，过半了。嗯，艾维的一个手语能力直接闪现，五姑去世，我的妈，那没了呀！这个局五姑，这个局的唯一真胜点就在于咒术师有一波非常精彩的二六，可这里是在防守端被艾维打了个正着。那直接拉崩啊，我是不相信这个局穷者还能翻盘跑跑个两个，跑一个那有可能的，跑两个不太现实。这边找到机械师，一波一组本相喷，来我们镜头给到这边的话看一下，监管者在我附近，喷到了，喷到了，但是有块板子无所谓，机械师交互慢，机械师交互慢。嗯，娃娃过来补这边的机子，机子呢说实话差不多够了。哦，这个局有一说一呢，机械师那波救下来，咒术师266的也不用路特别好，逼出闪现，然后稍微的交个大孤拉开，逼个然后一个板弹窗弹什么的拉加速拉开以后逼出闪现，真的是奔着四人开门战可以去的啊，真的是奔着四人开门战可以去的。这里的话一四人召回来，要不要过去把那个娃给打了，因为就是那台机子了，对，过去把这个娃给打了。但是呢你把这个娃打了还有个什么问题呢，法罗女士可以过，哎，佣兵法罗女士都赶过来了，那法罗女士先救吧，留个薄命。路人局打的有一点点哦，而且这边法罗女士如果要救的话好像是一个过半，打一刀打中的是佣兵，哇，这个越身刀越过机械师打了一刀佣兵，法罗女士赶紧赶过去附身往前压住，这波是传错了吗，还是说是我就是往前打。那边法罗女士先把陶片拆了，省得你传过来。一四人的话这边赶过来时间上面来讲好像有点来不及了，佣兵这边倒地，一四人赶这边人牵起来先挂上，机械师的话这边手里面飞轮 CD 应该是好的，法罗女士这边机子应该是能压好，机子应该是能压好，要亮吗，满血的法罗女士这边逃到圈外，机械师来救人。哎，这个是可以等你一波。好、哦，这边再插陶片一波喷。好像也不是特别拦得住。密码机点亮，这边救下来佣兵，第一时间护臂跳开。这边的话有个飞轮，飞轮哎，这波第一时间交飞轮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呢，这边只能说，这个艾维很清楚的知道你这个飞轮会躲我这第一刀，所以说呢，没有交这刀。然后反而是看到了机械师这边的一个走位贴膜被模型卡住了，现在的话佣兵是一个带护臂，艾维的话这边
人先挂上，法罗女士这边点门逃片封住，佣兵得管另外一边门吧。佣兵想去救人，想去救人，你这个耳鸣就得卡得非常非常的，看到了没有？找到佣兵，附身传回来，这边的话一波喷，好像啥都没喷到。佣兵这边是要倒的，佣兵这边是要倒的，但是机械师这边的话已经走了。法罗女士的门能不能开啊？这个门陶片拆掉，伊斯人过去再补，肯定是封门的吧？管个机械师，管个机械师的话，这边门有没有机会能点开？64，快！一波喷，躲刀，放一根手杖，骗一手，再回头，知道你会点这个门。法罗女士还在支撑，还在支撑。佣兵那边还能叫自己，不能吧？这个局能给他们打回来吗？因为佣兵这边差不多要起来了，现在机械师的话拉开了，甚至这边是不是还能翻个道具什么的？挽留也快结束了，挽留结束，这佣兵一刀不倒地了。我觉得机械师去点小门，佣兵这边过来救人吧。先看机械师啊，机械师拆陶片，佣兵过去救人，救完人以后，这个法罗女士要无伤救人，帮忙扛一刀什么的才行吧。这边过来找机械师，手里面的移形 CD 好了，机械师翻，打断你翻，好，飞轮躲掉这一刀 ，nice。异族本相喷到佣兵这边抢点门吧，抢点门好像也不是特别现实啊，这个门差是差了一丝。但强点这个门，佣兵能走，机械师是挂飞，法罗女士跳地窖吗？喷一口，法罗女士这边点门，门先点开，门先点开，这边陶片拆掉，机械师能叫自己吗？这边移形赶回来，找人没有？那先把这边的机械师挂。哎呦我天！哇，那法罗女士怎么走？法罗女士现在是隐身的。佣兵不能爬地窖什么的吧？佣兵在爬门，佣兵在爬门。法罗女士这边隐身结束以后，伊斯人附上，还是隐身，还在隐身，还在隐身阶段。拉开，拉开，拉开！哇，这局真的打得好精彩，怎么能这么顶？哎呦，可惜了。赶紧我们下这一杯。